好，继续来看这个亚旦节即要到咯，位伫咧八卦山顶的中央阳明之家。即阵阳明阿公阿嬷哦，讲伫咧每年亚旦节进前，拢会扮演圣诞老人，发送圣诞礼物予家父中心的六岁囡仔。家父中心的小朋友，卖表演才艺，甲阿公阿嬷共度欢乐时光。中中英明之家的英明阿公阿嬷扮成圣诞老公公来送礼物，家父中心的小朋友为着感谢阿公阿嬷的爱心，也带来精彩的才艺表演。中中英明之家指出，英明阿公阿嬷把握做人的机会，帮助家父的小朋友圆梦，也希望借此活动抛砖引玉，吸引更多人来关怀社会弱势。我们贝贝也本身也感受到说，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尽一份心哦，在这个社会上，所以我们就开始发起这个活动。那这个活动到今年办已经是第八年了，那每一年呢，一年比一年踊跃。那我们也是希望说，这些贝贝他在这个我们荣家安养，然后受到国家的照顾啊，他们也是希望说能够心有余力，再把他们所受到国家这些俸禄啊剩余下来的，然后再回馈给社会。中华家父中心表示，圣诞礼物给家父的小朋友在寒冬当中看到温暖跟希望，也感恩社会大众的爱心。我们中彰农民之家今年已经是第八年为家父而来圆梦了。那今年总共有准备100份的礼物，为我们孩子来做一个圣诞的圆梦。那我们希望说这个活动能够持续。那我们今天的家父的孩子家父儿这边也有来这边，希望说这些孩子能够带给这些农民他们一些温暖跟爱心。这场温馨的活动，家父小朋友准备古早味的米香，也有爱心企业赞助的王来苏甲英明阿公阿嬷共享，老大人甲囡仔做伙佚佗，场面充满公孙仔的温馨情。大众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。